很久以前你有说过联航，批评过联航，说没有给餐点，或者是做的不怎么样。那你自己这次搭联航过去救火，没有，大家又把你以前，那、啊、你去做看看嘛。所以联航有联航它生存的之道啊，你不要一直在抓我语病，说我以前讲过什么，讲过一次什么就一辈子都这样子，这样子怎么得了？那你要分就这样分不完了。现在就分两班嘛，因为我们早上就赶快派了一部321过去嘛，但是321没有办法载到全部的人。那我们东京的第一班回程还有位置，我们就分了两班让他们一起回来。然后现在那个321好像应该是后推的了，因为早上系统又坏掉。我本来说七点派去应该很快就回来，结果系统坏掉，他那个旅客名单录不到他们那当地的系统，又改成手动。很久以前你有说过联航，批评过联航，说没有给餐点，或者是做的不怎么样。那你自己这次搭联航过去救火，没有，大家又把你以前，啊，你去做看看嘛，你不要问我啊，对，我没有说联航它有它的市场，当然站在我们这种传统业者，当然联航的东西跟我们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如果以它那种价位，这样的服务也是蛮公道的啊，那这什么都没有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对啊，所以联航有联航它生存的之道啊，你不要一直在抓我语病，说我以前讲过什么，讲过一次什么就一辈子都这样子，这样子怎么得了？那你要分就这样分不完了。